礼义、廉耻、忍耐、克己、百折不屈、武道精神、奋力拼搏。第一届九台杯全国跆拳道团体锦标赛全力开踢啦！各路好手蓄势待发，全面迎战，誓言夺金，备战2016，力拼里约奥运。国内跆拳道比赛首次提供高额奖学金，让我们一起进场支持热血跆拳道。2015第一届九台杯全国跆拳道团体锦标赛12月15、16新竹市体育馆，台湾健儿全力相挺。